直播间，我是小迪，大家好久不见了。再次开直播是，好像是礼拜二吗？还是礼拜三？我忘记了。嗨，好久不见。然后今天还戴了帽子，为什么会戴帽子？因为头发有点乱，而且今天想要早一点休息，所以我早了5分钟开直播。嗨。Hello， 我是谁？我不是帮主，帮主是不会提早开直播的。我是谁？我是代理帮主。嗨，大家好，大家好，对，是代理帮主。谢谢永成送的麦克风。Hello，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显迪奇，你可以叫我小迪。好久不见，嗨，感谢大家。代理的比较可爱，嗯，我也觉得代理的帮主比较可爱，平常的帮主是有点呛，有点小呛，呛到爆。嗨，吃晚饭了吗？吃过了，还有刚刚一家请我吃的铜锣烧，谢谢，铜锣烧超好吃，因为我在我中午吃了我自己煮的菜啊，还有鸡肉。豆腐、山药，还有苹果，半个苹果，然后这样没怎么吃东西，然后一直很累很累，好像永远睡不够的感觉，可能是太晚睡吧，对，所以我就有点累，我就累到打游戏，对，累到去打 Minecraft， 对。对，去玩 Minecraft， 跟朋友玩 Minecraft， 然后玩到一半还睡着了，对，就是打到一半，只是我们是玩一些逃脱的版本的 Minecraft 嘛，对，就是下载别人的地图在玩那个 Minecraft， 所以就玩到一半有点难，就睡觉了，对。那就戴着耳机，朋友就叫我，对，他说：“哎，你还在吗？还在吗？”那我说：“我还在，我还在。”原来我是睡觉了。对，今天天变了，应该提早开了。对啊，哈哈，有没有？很突然吧？周也下到了，很难得呗，难怪。今天一开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人在，然后我就是我按了私人的吗？还是我按错什么？为什么都没有人来？谢谢Joe送我的喝牛奶还有香瓶，谢谢。对，忍不住要开了，因为太久跟大家太久不见了，对，太久不见。Hello 清明，Hello， 勇哥 ，Hello， 企鹅，北极星，班江，嘉轩，小易，还有Hello， 粉红男孩 ，Hello， 东东 ，Hello， 海里的鱼。大家有看过那个《Kimi da给你啾啾啾》的影片吗？好像表演的时候没有直播，也没有可以拍影片，所以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啊。如果可以让大家看到就好了。想看吗？好像我这是看微博，好像有可以看到别人拍的小小的影片，我自己有看，对，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对，说不定会找到哦。对，可是比没有好吧，总比没有好，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Hello， 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我的身影。谢谢永成送我的少女魔法皇冠，谢谢。对啊，怎么说呢？你们有听到我的啾啾啾的声音吗？你们应该有听到吧？就是我的啾啾啾，嘿嘿的声音，应该有听到吧？因为那个我其实怎么说呢？我真的很想要说我的
感受，这是那个应援棒。耶 ，Hello 夏五一，这是应援棒，是我的红色的应援色。呜，今天只是戴了一个帽子而已啦。看了很多影片，谢谢周。谢谢周，我觉得在微博比较容易搜寻到， YouTube 的话比较少。还有我有看到有人好像有在直播我们亚洲盛典的影片，对，可是有一点模糊，是蛮模糊的，可是总比没有好。我自己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演出，所以我也蛮开心。谢谢黄宇生我的真爱原石， B 站也有，对， B 站也有，哔哩哔哩也有。谢谢 Happy Love 的仙女棒，谢谢你的好多的仙女棒，还有张庄哲的枫叶。对，兴奋到模糊，像我一样哎，我真的很开心。我因为那个啾啾啾这首歌呢，怎么说呢？好，我先讲一下我的感受。好了，这次可以我等我一下哦。我永成，我们10月19号好像会当嘉宾吗？好像是，所以应该会吧，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要等之后才知道。嗯，可是我们应该是会参加，可是要表演什么我不知道啊，这不是好像就是，对对对，就是等消息，等消息。我的站位是，哎嘿嘿嘿，我的站位是朝强美英，朝，对，是这样子念吗？还是乔？还是怎么念？要怎么念？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Hello， 我们是。那个怎么说呢？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超级喜欢这首歌。我大概，我刚刚一开始接触这个，AKB48 的时候呢，我的朋友是马友推，马悠悠的推。谢谢周送我的告白气球。然后那时候呢，刚好是14期生，进来。AKB48， 所以我就很突然的，我那个喜欢马悠悠的朋友就给我传了西野未姬的图片给我，然后他说哎，这个女生好像马悠悠哎，然后我就哎对耶，很像哎，我就觉得哎，这个女生就是马悠悠的接班人的感觉，对，我就这样子说，她就感觉是下一个马悠悠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有留意他，然后慢慢也知道了14期3秋，是这样子说吗？对，三件事，好像你照就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叫做十四期三件事。对对对对对，谢谢红包，谢谢红包。然后我就好可爱，是小岛真子前辈，还有西野未姬前辈，还有冈田奈奈前辈，他们三个，所以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好可爱哦。那时候看到这个，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好可爱哦。我那时候我是每天都在听这首歌，然后到我们要练习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吗？我是很喜欢这首歌哎，我就吓一跳，因为那个老师传影片给我们的时候，我就说，这首歌我知道，我知道，我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不会跳，对，我只是会唱这首歌，不太会跳，所以我学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困难，我那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可爱，因为衣服很可爱，舞步很可爱，那首歌也好可爱，然后又是我喜欢的偶像，所以我就哇，我好兴奋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这很开心，很开心。
就可是到练习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出错，可能是紧张，可能是自己练习不够，对，是自己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自己练习不够，我觉得我不够努力，所以我练习的时候一直跳错跳错。幸好的是，怎么说呢？啊，还没到幸好，只是我彩排的时候呢，我也太紧张，突然又忘记左右，就是，左右方向的那种，对，我就搞错了。之后雷吉他就跟我说：“哎，你这个动作好像左右掉，错了。”我说：“真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所以我就很惊讶，为什么我会跳错？”对，所以我就到那个饭店的时候也有自己记住左边左边左边往左边跳，往左边先往左边做，然后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练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对，洗澡的时候也是一直就是左左一直左边左边左边这样子提醒自己 Hello 小公主。对，知道真的表演的那一天，真的要一起跟大家唱歌的那一天，我都就发现哎，我左右没有错，而且觉得蛮有活力的，一站上舞台都有一种充满力量的感觉，看到台下的大家为我们欢呼，还有人拿着 TP 的灯的那个怎么说呢，它是 TP 这样子，然后是有灯的，就一直拿着哎 TP TP， 我就觉得好开心啊，他们会就是为我们应援，然后也知道我们，然后那边上海Team SH 的大家都对我们很好，前辈对我们也很好，而且觉得 Team SH 的大家真的很可爱，我很喜欢他们，超级喜欢他们。所以我因为彩排的时候我们都没什么时间可以聊天啊，而且我们大家都有要练习自己的舞步，所以都没什么时间聊天。然后在后台的时候，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用同一个休息室的，所以我们会吃完饭马上找大家拍照，还有聊天，还有拍照，疯狂拍照，我觉得好开心，就是疯狂跟他们我要跟你拍照，跟你拍照，然后我好开心，他们每一个都很友善很好，然后就是很亲切，你们懂吗，就是像我一样亲切的，然后也很热情，所以我好喜欢他们，好想要赶快跟他们再次见面，特别是跟可爱的朱琳，我喜欢琳琳，她好可爱，我们没有玩狼人杀，因为都没有时间可以玩到游戏，我们只有聊天还有拍照，对，真的好开心，好喜欢 Team SH 的大家，还有 Team TP 的大家，我刚刚想讲 Team TP， 其实都好喜欢大家，我超喜欢大家，天哪，我真的很喜欢大家，真的真的真的，大家超棒超友善，我爱 Team SH。然后还有什么呢，想一下还有啾啾啾这个舞步有一段是 Kiss your Donde you gay Kimi no heart Gara， 对，好像是这样子，我忘记歌词，好，因为表演完都忘记歌词，不好意思，对，然后 有一个动作是有一个是先这样，然后再往下面，有一个是前面这样子，我有一个是这样子前面的时候，我不小心跟前面的动作重复了，就是想要往下，其实两个都要在上面的，然后我想要往下的时候马上我看到小丽前辈他的手在上面的时候，我就马上糟糕了，我的动作，然后马上手已经下来一半了，就马上往上指，对，就是
挽救了这个局面吗？这个叫做残局，挽救这个残局。幸好最后是没有跳错，也没有表情不好的地方。好开心啊，真的好开心啊，而且大家都很好，你知道吗？嗯，我们一起跳 Kimi da ga ni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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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队里面呢，雷奇他很好，他会叫我舞步，也会提醒我哪里的动作要怎么做啊，嗯，怎么可以再好看一点啊。然后我一直重复又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他也不会觉得我很烦，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雷奇。你们知道吗？雷奇是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女神，超棒，她超棒，雷奇，很感谢雷奇的一直以来的提醒，还有教导，还有很多很多，很就是对我很内心，对，很内心，很不厌其烦的，对，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叫我，然后我也一直问他同一个问题，他也不会觉得你这个不是问你很多次了吗？哎，他不会这样子，他就一直在叫我，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雷吉，你们请帮我，请帮我，谢谢雷吉，可以吗？你们都去，这是 IG 啊，什么小盒子，啊，你就打谢谢雷吉，在那个。在 Kimi da ga ni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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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舞步方面一直在教小弟，真的很感谢他，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雷吉，这样，然后还有的就是 MNL48 的 Colin 还有 Renz， 对，他们两个都很好，他们虽然是，他们有学舞步，可是他们做的舞步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在彩排的时候他们也一直练习，所以我觉得啊，他们真的很有心，还有很就是很想要这个表演好，所以他们才会一直练习，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也会问我舞步，可是我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也有一点点不相信自己的动作是不是对的，所以我也会问雷吉，然后我就跟MNL48 的成员们，就是一直跳舞的 Renz 还有 Colin， 跟他们说，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那个 IG direct， 就是 direct message 我，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动作要怎么做，那他们真的很用心，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身高是比较小只一点的，而且就是他们就很会跳舞，你们懂吗？就像 BNK48 的前辈们一样，就很会跳舞。所以我觉得，怎么说？这每个团的成员都有各自可爱的地方。还有呢，这是 Team Message 的朱莉，很可爱的朱莉，还有李诗琪，她超可爱，她很可爱，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朱莉她很高，可是她是很可爱的妹子，她很可爱，她很高，她比我高，她172，对，朱琳172，朱琳真的超可爱，真的超级可爱，我超级喜欢她的眼镜，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就是在微博的那个账号，对，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发的文啊，还有他们分享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去看看，就只要打 AKB48 Team SH 就可以查到他们的账号，对，跟大家推荐一下Team SH 的朱琳还有李诗琪，谢谢勇哥的戳戳你。对，我等一下会讲小丽前辈的，小丽前辈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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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喜欢，对，我是最爱朱琳，玲玲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你懂她的可爱吗？她真的很可爱，我好喜欢，很喜欢朱琳。所以大家喜欢我的话，也请喜欢玲玲，可以吗？退。
祝你推推。怎么啦？好，我再看看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嗯，还有呢，这是诗琪，李诗琪，我超喜欢他的自我介绍，因为他的自我介绍是大家好，我是李诗琪这样子，然后我都觉得啊，好可爱，有一点点小孩子想要把自己的名字念得很清楚的那个感觉，对，很可爱。你们就是可以去搜寻，可以去听听看他的大家好，我是李诗琪这样，很可爱。然后我是不是要大家好，我是显迪奇这样子，可以吗？还是不太好，不好，不好，不好吧？我还是大家好，我是显迪奇这样子比较好吧。我喜欢我的普通的显迪奇这样子，超兴，我好兴奋的自我介绍，嘿嘿。Hello， 晚安，草莓酱，我是飘虫。一样吗？因为都有奇，就是对。小迪跟朱琳是朱迪，我们这个组合叫做朱迪，而且，嗯，就是你们啊，谢谢你哥的告白气球，谢谢。这你们应该有看到，玲玲她在微博发了我送她巧克力吧，然后玲玲她也有送我一个包包，而且那个包包。我一打开我就看到是朱迪，你们知道朱迪吗？是那个什么动物方程式吗？对，名字好像是叫做动物方程式，是吗？还是叫什么，就是那个朱迪跟一个狐狸的，对，是那个兔子，是那个兔子，他送了那个兔子的袋子给我，然后我一打开，是我们的 CP 名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是朱迪，可以锁起来，这是你们朱迪，然后一个锁起来，就是那个锁，你们懂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然后你们就。朱迪能熟悉锁啊，好了，我不念，我念错了，对，锁了 ，Hello， 迪心大悦，对，朱迪是那个朱，对，没错 ，Iris 是那个朱迪，对，我就回来给大家炫耀一下，我啊，朱迪真的超可爱啊，可是怎么说呢？虽然他很高，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会吓到，哇，好高！可是他是可爱的，是可爱的高。以后的话，说不定可以成为一个可爱的模特，可爱的模特。就是未来的话，觉得他很适合当模特。他身材就是，哇，好，很瘦很瘦，然后很均匀的那个感觉，你们懂吗？对，真的，反正是我喜欢的，我理想中的一个身形，对，所以觉得好棒，很棒，很棒。玲玲，她是冈田奈奈前辈神推，对，她是神推，然后我跟。朱琳是互推，互推，他很可爱。好，我不可以再讲，再讲我会变成一个粉丝，我不能变粉丝。我们是好朋友，对，我们是好朋友，而且我们可以，可以聊天啊，因为我们都是用一样的，沟通的语言，对，都是中文嘛。对 ，Team SH 跟 Team TP 的姐妹，好棒！我不是粉丝，我只是，Kate， 虽然我是送巧克力，可是我是精挑细选过的，对，
对，那前辈是后宫全收，没错没错。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本命巧克力，而且朱琳说他很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哦。哦，果然没有买错，对。啊啊！我还想说什么呢？还有的就是，我这次去上海，我觉得我又更欣赏那个 AKB48 的前辈们呢，因为呢，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我是 Miyawaki Sakura 前辈的，就是我是神推宫血孝良前辈的，所以对我想成为 Team TP 里面的像大岛优子，又像 Sakura 前辈的一个存在，对我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然后。这次去上海，这个亚洲盛典啊，我就跟小丽友以前辈拍照了。这其实以前也有，可是这一次因为有一点点突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本来有跟他拍照的，可是那个图片晃到了，已经晃到，所以我就。有一点点难过，我都给阿 K， 这是我们的阿 K 看，我都给阿 K， 然后阿 K 就说，不是，阿 K 不是说，阿 K 是给一个反应，他的反应是，然后我就说，就是手抖了，晃到了，怎么办啊？真，我也不好意思跟前辈说，这是在拍一张这样子，然后阿 K 他就说，不行，阿 K 他马上就是拉着我的手，不行，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然后他就拉着我，阿 K 好贴心哦，推阿 K 他很贴心，他都马上说，不行，你一定要再拍一张，这么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再拍，因为真的太难得，你这样晃到我，帮你跟他说，他这样子，然后我就，就有一种就是。阿 K 很可靠啊，真的很可靠，有一种哦英雄，我的英雄。然后阿 K 一直拉着我，然后我就谢谢阿 K。然后他帮我跟小丽友以前辈说，就是那个图片晃到，然后我就给悠悠前辈看看，然后前辈他说哦这样子，然后我就再跟他拍。可是我跟他拍的时候，刚好他们 AKB48 的，八位前辈们也要集合，不知道好像要讲一些比较，震惊的事情，所以震惊就是比较，比较要就是听工作人员讲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又没办法拍到。然后前辈就是小丽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请等一下，等一下他再来找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这样，因为是我自己的手晃到，不是前辈，不是前辈的手晃到，是我自己的手晃到，所以我才要再麻烦前辈再跟我拍照。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抱歉，会不会真麻烦到他？而且工作人员好像也跟我讲了好几次，说，等一下这样子，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好，那我就站在原地再等，站着在原地。对，然后呢，我本来会以为就是前辈会忘记，或者是我自己在跑过去跟他讲，我想拍照这样子，可是前辈他没有忘记。他真的跑过来，也不是，是小碎步，很可爱，小碎步的走过来跟我说，我们来拍照这样，我就
太好了，我好喜欢这个前辈。然后跟他拍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很亲切，而且完全没有一个我是 AKB 的那个很不会很凶，不会感觉很凶的感觉，就是很友善，所以我就好像我想推了，想推小丽友谊前辈，我要加推，我可以吗？我想加推模糊照有三吗？没有三，没有三。哈密瓜你好，对，所以我想要，我可以加推吗？我可以吧，因为很难得，我本来喜欢马悠悠都毕业了，然后再喜欢Sakura 前辈，然后 Sakura 前辈就去了韩国的 ICE ONE， 对，然后就不在 AKB48 这边，然后他去韩国那边发展了，然后现在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就是有一种很心动想要推的一个成员，对，如果是我是作为一个粉丝来看的话，好像暂时还没有一个可以让我真的很想要加推的一个成员，所以我就一直有留意，可是就没有在推啊，没有在买周边产品这样子。然后经过这一次在上海的亚洲盛典之后呢，就加强了这个我想要推小丽友谊前辈的心，就是你懂吗？真是太棒了，我很喜欢友善的人，所以我会想要成为像大岛柚子前辈还有 Miyuaki Sakura 前辈的一个在 AKB 里面的一个存在，对，就是在 Team TP 里面一个像他们两位前辈一样的存在。然后现在的话也想要就是跟小丽前辈一样那么善良那么亲切的一个成员，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对，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就是好好努力。我没有变滴滴啊，我没有变滴滴，我只是姐妹团，所以我不是滴滴，不是姐，不不是，我不是弟弟，因为我们是姐妹，对，我没有弟弟，因为我也是很久才会想要加推一个成员，我也没有想要怎么说，我又不是哎这好可爱我喜欢，喂这个好可爱我喜欢，这个好可爱我喜欢，我也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不是弟弟。小丽友谊前辈，他虽然是比我小，年纪比我小，对，是年纪，可是他已经在 AKB 里面蛮久了，所以他是我的前辈，而且他也给了我一个对 AKB 的憧憬，对 AKB48 的憧憬，没错没错，我不是弟弟，我不是，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那个 Kimita 给你啾啾啾的影片的话，可能要自己再找找看吧，因为我也没有影片可以分享，也我也想要看看 Kimita 给你啾啾啾的影片，对，我也想看，你们可以仔细听听我们在间奏那边啾啾啾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你们要听听第五个啾啾啾，这是我的声音，
吃了晚餐没啊？吃了啦，我吃了晚餐。我也有那个影片啊，那个 Andy 你的那个影片应该我也看过了。谢谢一辉的告白气球，谢谢。对，第五个七七七，然后第七个是雷吉的，第六个好像是朱琳的。你在这边贴是那首歌的对吧？你在哪里？头贴，头贴，我看错。对啊，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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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记得啊，当然记得清楚啊。而且你们可以看看最后的那个画面，最后的画面有拍到我，我觉得好开心。我没有累，我没有累，我只是看错而已。最后那个画面镜头有拍到我，然后我的哦，原来我的左脸也还不错啊，左脸不错啊，你们可以看看。还有一个蛮有趣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跳饼干呢，就是最后 encore 的时候，对 encore 的时候呢。我们跳饼干，我站在向整地美音前辈的旁边，然后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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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边，我有两秒的镜头，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对，因为我都很喜欢找自己的镜头，看看自己的表情怎么样啊之类的，嗯。那边我觉得还不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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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镜头不错不错不错，还有啾啾啾最后的镜头，还有啾啾啾都有很多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好开心，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表演到这首歌，而且是我喜欢的十四期三九四来来。没空剪完成，我自己有把那个影片存起来，所以没关系。Andy 如果太忙的话，可以不用剪，没关系。对，这大家可以把，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们 AKB48 Team TP。Hello，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那个日文，是十四期三间剑士，日文的话是三秋什么三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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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你要跟你的同学讲，小迪真人比影片好看很多，嘿嘿嘿。你要这样子跟他讲，不然的话他都看那什么浪 life 啊，看什么我们的 MV 啊，他都会觉得这个是谁啊，这是小迪吗？他还好这样子。你要请他来看我的真人比较好看，或者是你送他一张握手券，对，然后让他来看看我的真人。好像有一根毛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他说我很好看，谢谢 Iris， 谢谢你，谢谢你的朋友，谢谢，谢谢。素静耀，你好，是第一次看到的名字呢，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你。火枪手吗？是哦。三剑客三剑士，对，谢谢追踪。傲娇的企鹅，你来了。小飞象的羽毛不是小飞象，小飞象有羽毛吗？等一下，小飞象有羽毛吗？哎嘿，八月十八也找了朋友说好看，是哦。嘉轩是神推雨晴的吧？小飞象没有羽毛啊，怎么会有小飞象？它是大象、小象、
对，天小象怎么会有？怎么会有？啊？啊，真的？你不是相推，嘉轩不是相推，嘉轩是神推雨晴，手推小迪这样子。我在机场还帮你剪你的那个纸哎，我还帮你剪。没有了，没关系。现在是一眼看穿。北极星哎，北极星，你有来机场接我们吧？我有看到你。对啊，我有看到很多，可是就来不及跟大家每个都挥手，因为我们那时候姐姐他们想要我们快点上车，怕我们会被我知道大家不会一直缠着我们，不会这样子，我知道大家不会，可是还是会，就是姐姐们还是会担心，所以我们都会走得很快很快的。对啊，我有看到阿如啊，阿如你在很那边，就是一排，我们在这边出来，然后你在这边，你在很远的，可是我有看到你，我有看到大家，可是我这真的来不及给大家每一个都对到眼，还有就是每一个都说谢谢的，可是大家你们有看到我在上车的时候，我有回头跟你们挥手，还有鞠了一个小的躬，对，你们有看到吗？如果有就好了。真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等了很久吧，大家又不知道我们几点的飞机，我们几点会到机场，我们到哪一个机场，你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你们一定就是等了很久。对，没关系，其实真的没关系，来就是来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我知道大家有心就好，大家有心。早上十点多，好早。那我们在飞机上面的时候为什么会晚了？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想要降落的时候，那个飞机遇到气流，就很突然的遇到气流，然后就没办法，机长就要加速把那个飞机推上去，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危险，这样。很突然，真的很，那个时候蛮可怕，有一点点吓到，因为以前是有试过了，有试过在台风的时候坐飞机，可是还是会怕，因为松山机场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机场，然后它的跑道我也不知道要有多强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对，我有点怕，幸好最后就没事啦，对，是蛮刺激，对，蛮刺激的，对对对，有一点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对，松山机场啊，那真的太可怕了，那时候幸好没事。之后还有呢，还有的就是，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晚了一点点。对，平安平安，真的蛮可怕的。我觉得我本来是以为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要重新降落，原来不是，是因为那个气流风向改变，你知道风向改变就会改变很多很多东西，特别是飞机直升机的这种飞行的交通工具就比较危险，因为在空中。晚上好，我是小迪。
Hello， 谢谢大家欢迎我回来。对，谢谢。平安就好，对啊，平安就好啊。嗯，还有什么呢？想一下哦。对。嗯，还有飞机餐很好吃。哎，北极星，你们画好才想到可以直接贴，你们真的太有趣了。我觉得，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直接剪那个纸，就是哎，刚好吃完就直接剪呗，就贴上去。飞机餐不是很贵吗？飞机餐，因为它那个班机它包了吃的飞机餐，所以好像对包在那个机票，所以不用付钱吧。涂到一半才想到，那你们可以啊，涂到一半，反正就是涂到一半了，还有一半要涂的话，而且还有时间的话，就直接去买。那一边啊，你们还可以一边拿着，一边吃。哎，小弟，那样在一边说，嗯，小弟，欢迎，那赶快吃，这样子。飞机上吃那么多次，跟大家推荐一下香港航空还有中华航空的飞机餐很好吃。对，我觉得啦，香港到台湾真的没什么好吃的。对，没错。好，永成，谢谢你。对啊，中华航空一定要，对，中华航空的飞机餐真的，我觉得真的很用心。它有我吃的那个有蛋糕啊，这个小小的很基本款的蛋糕，还有水果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沙拉，还有一个饭，对，还有一个饭，没错，真的觉得饿了什么都能吃。日航更赞，真的吗？颁奖我没有做过，我要做做看，如果有机会做日航的话。还有什么果餐好挺中的了， OK， 下次可以试一下，下次为了飞机餐订华航就好。可以，北极星，可以。饿了直接给我，可以给我带，就是再来一个蛋糕吗？谢谢。我那时候我怎么说呢？因为是我们表演结束嘛，然后我们很开心，大家一起去聚餐，然后老师请我们吃饭，我就好开心。然后大家都吃很多很多，大家都很饱，我吃比较多的是他的水果，就一直狂拿他的那个小番茄，一直拿，然后一直吃。我猜应该吃了20几颗左右吧，小番茄的话。所以其他比较饱的东西都没有吃很多，所以在飞机上面一直想要去厕所，因为就满肚子都是水嘛，所以都想要去尿尿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快就消化完了我吃的东西，我中午吃的东西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那个飞机餐呢，我除了饭以外其他的都有吃光。对，然后雨晴就吃的比较少一点，可是他是吃正餐比较就是多一点点，就是水果的话是我吃的比较多，可能还没有消化到，所以那个飞机餐呢他也没有特别吃很多。 Hello 阿华，对，没有吃很多，所以当他问就是我们要不要吃他的那个飞机餐的时候，我就问雨晴你要吃吗，然后雨晴就说我不吃啊，你要吃什么，我就说我可以吃你的蛋糕吗，然后雨晴就说可以啊，他直接拿给我，他直接拿去这样，然后我就吃那个超好吃的小蛋糕，然后 Mina 她也吃了飞机餐，这样好开心，嘿嘿，好好吃。我跟 Mina 一起
异口同声的说那个蛋糕好吃，都给我谢谢。对，好吃。要回到这边，发现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变过，所以我觉得啊，好棒，我好棒，谢谢。我吃了两个蛋糕而已，小小的蛋糕这样子嘛，这样子。对，嗯，还有什么呢？还有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嗯，因为以前呢，我都没有试过拿飞机餐的东西下飞机，所以我看到，小晴她可能吃太饱了，所以她就没有吃那个蛋糕，她就把那个蛋糕拿回拿。就是拿下飞机吃，我就哦，嗯，这时候我是我们大家下飞机的时候才看到他把那个蛋糕拿出来，连那个盆子、那个盖子，连他这个啊，他就是那个盆子跟盖子一起拿出来，然后就在吃那个蛋糕，然后我说哎。哎，这个盆子是可以拿下来的吗？这是我跟雨晴对望了。哎，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吗？因为我们都没有试过，所以我就哎，然后他就一边这样，嗯，可以啊，可以啊。然后说，哎，真的吗？因为那个盆子我觉得是蛮他们会重用，而且是蛮硬的那种塑胶，嗯，所以我就觉得，哦，可以吗？真的是可以的吗？然后他说可以啊，我之前也有试过这样子拿，然后我就哦，原来是可以的。但我哦，因为我只有拿过那些包装的饼干，还有湿纸巾啊、卫生纸这些，我只有拿过这种的，没有拿过整个盆子。我也觉得不行，可是我觉得好可爱啊，很可爱，就是突然哎，原来是可以。那，哎，不是啊，没有，我张轩没有连托盆带走，好吗？不可以啊，不，真的、哦。那，嘘，等一下，嘘，等一下，那这个 ，OK， 好，然后下飞机有看到大家，对，有看到大家，觉得好开心，大家来接机，然后我一出去，大家都小弟，我都好开心看到大家，然后跟大家一起挥手，然后推着我的行李箱一边走，哎，嘿，等一下，对，嗯，对，大家不要说，大家这个不要，什么都没听到，对，哎，这个不行。这个之后会还的，对，会还回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 ，OK。嗯，对，大家不用担心。嗯，嗯。嗨，我的椅子怎么了？我忘记带着我的椅子。哎耶！耶、yeah, ！下一次坐飞机就，就是坐买华航，然后买中华航空的，然后还那个盆子，就是吃完飞机餐之后就放回去，这样。好，我会 ，Andy， 我会，我知道了。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是可以把蛋糕拿走。可是盆子就，对，盆子就，耶！你们记得要去听那个啾啾啾哦！你们记得要听我的啾啾啾，因为我很喜欢我啾的那个声音，这是我大概怎么说呢？我以前有讲过，这是我刚刚有讲过，我很喜欢。十四期三间室的这个组合嘛，然后也会幻想自己站在舞台表演这首歌，所以我也有小时候大概15、16岁的时候也有就是模仿过这个
啾啾啾的这个动作，还有这个舞步，我只是模仿而已，这还有表情什么的，所以我就我就模仿一波，对，我就模仿一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的啾还蛮可爱的。到现在，可能我这个年纪，我真的有一点点介意我的年纪，我已经20岁了，对，我要跟大家讲，我已经20岁了。所以有一点介意我这个年纪到底是不是可以继续可爱的类型，像小樱花前辈他一样，他以前从可爱的类型，到转型的时候是大概18、19岁左右吧，他转型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转型？可是因为我的偶像生涯。对，我的偶像生涯是比较晚开始，所以我还没有试过可爱，我就快要转型了，所以有一点点小难过。然后当我知道可以表演这个啾啾啾的时候，我就好开心，就是还可以可爱，真的太好了，我还可以可爱，然后就很用力的给大家啾，嘿嘿。转型转型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类型，转型到一个比较再少女一点，再轻，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对，就这样子，对，我有时候就是会自己太在意年纪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会会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在装可爱？其实我这么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用装，我不用装，嘿，对，但是我不用装，我自己我是很在意的，所以我是不用装的，是可爱的代表，谢谢。我本来是等一下我自己讲我都有一点觉得一回我练这里嘛我贴了一个痘痘贴不明显吧，我要把我的鼻子，我好好保护我的鼻子，因为我们彩排的时间呢比较强，然后我们睡觉的时间只有大概3-4个小时左右，而且我是比较慢的人，所以我会很早就起床，大概出门前的2个小时前我都会起床，对，所以我睡觉时间比较少，而且比较热气怎么说就是比较容易长，就晚睡就比较容易长痘痘的。 Hello, do you see my performance in AKB48 groupAsia Festival in Shanghai? 对，容易火气大，所以就比较容易长痘痘。所以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鼻子好像快要长痘痘了，所以我就，为了我化妆不要弄到我的鼻子，所以我就会贴一个痘痘贴，把那个化妆品跟我的皮肤分隔开来。所以呢，这里有一个痘痘贴，幸好直播的时候不明显，你们看到吗？谢谢最喜欢小蝶雨晴的，你的名字怎么念啊？你怎么念啊，兄弟？你看看到吗？鼻子，这里有看到吧？可是不太明显，这样子远看不明显，所以我觉得 OK。有了，所以有时候，觉得痘痘贴是一个很好，烦是烦哦，谢谢烦，对，看不太出来吧，我的鼻影打得真棒啊，兄弟 ，fighting，thank you very much， 君だけに。
为什么啾啾啾前面要加一个 say no 呢？因为大家要跟我们一起喊 call， 等一下，不是 call， 是喊 call。对，大家要跟我们一起喊 call， 所以就请大家准备 say no 啾啾啾呢，你们就啾啾啾，我们啾啾啾，之后下一个就是你们啾啾啾，然后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这样子，所以大家要对喊 call 比较 a happy love。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与其要与其与怎么说与其与其要隐瞒自己，哎，没有啊，我们鼻子没事，还不如去承认，对我是长痘痘啦，这样子还比较，我觉得比较自然。歌名叫做《君だけに啾啾啾》，对，这是只为你啾啾啾，啾咪。对，还不如自黑，没错没错。夜风明月 ，Hello， 夜风明月。对，只对你啾啾啾。对，晚上好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小迪。啾啾啾，对啊，所以要加个 say 呢。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小丽有以前的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现在。从今天不是从24号开始，我就已经是小李友以前辈的推了。我是、啊、是这样子说吗？我是啊，不是不是，应该是说小李友以前辈是我的神，我的推，我的首推，我的神推还是米亚基萨库拉前辈，然后首推是小李友以前辈，超喜欢他。对，这个小飘虫分队，是以前呢、啊，他们还是研究生的时候组成的一个团，一个小分队。对，哎，我就说我没有滴滴啊，大家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滴滴？我不滴滴。我不是滴滴，因为滴滴是看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看这个喜欢这个，看那个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滴滴，所以我就，既然我都不喜欢，我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真是的。可是，对，谢谢夜风明月的仙女棒。对啊。我刚刚讲了几个成员，好几个成员都不是滴滴吗？我的是，我觉得我不一样，不一样。对，不一样的是，我不是看一个喜欢一个，看一个喜欢一个，不是，我不是谁都可以，我是我真的喜欢我才会推我，对，懂吗？懂吗？因为我都不喜欢当滴滴的事情啊，怎么说？我也不喜欢当滴滴，所以我也怎么会当滴滴呢？对，我跟米娜一样不爱滴滴，生气，哼！你喜欢 EDM remix？老张，你有看吗？你有看那个？有看？等一下，有看那个上海的亚洲盛典吗？你在现场？我知道幽香的深蓝色坐在哪里，我有看到他。他有拍我的，我只想对你宠爱，这什么什么什么爱，我还搞不明白。他有拍我，所以我知道他的位置。他还喊小迪看我这样子，就 OK， 就你这个是 OK 的。对，深蓝色有在，老张也在，一辉也在。点恒也在，我有看到点恒，点恒让我很难忘，因为他有说啊，就是在我直播间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如果机长会的话，
他会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直播啊，好像是说要学狗叫是什么，哇，这是我们互相汪汪汪的那个，对，然后在击掌的时候，他排了好像两次，两三次队，对，然后我就他排了两三次队，然后我就哦，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在汪汪汪汪，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哎。是点恒，我有跟点恒讲好这个事情，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有讲好这个事情，然后他真的有做到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互相来望一波，就是汪汪汪的，他汪汪汪的，我都汪汪汪汪的，记得哎，点恒汪汪汪汪的，所以我觉得好开心，谢谢红包，欢迎来抢红包，大家恭喜！他回来很高兴跟你们说耶，谢谢一辉。带着点恒一天，谢谢一辉，耶、yeah! ！旁边的人可能会有一点问号，可是这是只有我们两个懂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不是怎么说，蛮特别贴心的一个东西。谢谢夜风明月的仙女棒，他还在跑，要4000多，谢谢，嗨。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迪奇，可以叫我小迪哦，谢谢。对，这是一个开心的事情，耶、yeah! ！还有什么呢？想一下呢，放个音乐好嘞。这是啊，我们。表演了很多很多歌，所以我觉得好幸福，真的很幸福。有时候你明明很累很累，可是当你一站在舞台上，你就充满了感觉，就是充满了那个活力，充满了想要给大家表演、享受舞台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初心，这就是我的。一开始想要加入 AKB48 的原因，就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想要大家享受我的表演。而我自己的话，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想要享受舞台，想要被就是大家看到我在舞台上很开心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经过这一次的在上海的亚洲盛典之后呢，我觉得很满足，就是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大家又很享受我们表演的时光。嗯，大家都有在看到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我就觉得真的，我们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对，你们觉得呢？对，没错。表演可以让我们感到充实。牧羊犬，牧羊犬，牧羊犬，欢迎！对啊，一辉刚好是最后一个哎，一辉真的觉得好开心哦。最后一个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知道的一辉，还有粥，那个酸辣粉好吃吧？真的很好吃，我超喜欢吃。很好吃。晚上好，牧羊犬。我刚刚有讲到在这一次的8月24号的 Asia Festival 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再看看的话，再听听的话，我可以再讲。Hello XO XO Hello， 刚刚讲完那个AKB48 Group Asia Festival in Shanghai 的那个嘅嗰个盛典。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呢樣嘢啦，但我哎呀好開心，今次可以表演到。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個14期三劍士嘅，即係佢哋三個咗其他四個人，好似四個人，1、2、3、4、5、6、7，過咗其他四個人，好似四個人，1、2、3、4、5、6、7，對，即係夾埋有7個人啦，就組咗一個叫小飄蟲超嘅小分隊。然后就表演咗《君だけに啾啾啾》，唔知你有冇听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那影片，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表演。欸嘿，我超喜欢那个表演的，很想要看牧羊犬。好像有人分享在那个对小瓢虫啾，对，没错，谢谢搬家的有人分享了在微博那边，你们可以去找找看那个影片，卡了画面没关系，卡了没关系，还有声音在讲话儿。Hello， 谢谢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红包。小五真的吗？我那时候是最喜欢西野未姬前辈的，因为他很像 My Yu Yu 前辈，他超像 My Yu Yu 前辈，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留意到的是他。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小岛真子前辈他很像，我这个一定要说，他真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大岛优子前辈。Hello 王宇，真的，他怎么说呢？对，真的，当年真的很像。就是好，我觉得小五可以，小五请给我意见，就是中立小五，如果你有评语的话请告诉我，我很想要知道你的看法，还有你的对我们的表演有没有满意，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没有的话请告诉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我会继续努力，谢谢王子，谢谢中立小五。我是刚好看到王子送我一个枫叶，谢谢谢谢王子，谢谢牧羊犬的 kiss 啾啾，谢谢王子送我的桂子玫瑰。对，大家可以，你还有跟他们三个的合照，我要看，你可以传给我看吗？我可以看看吗？我那时候还在念书。谢谢小明的仙女棒，谢谢。谢谢金谢谢牧羊犬的喝牛奶吗？谢谢，我就是想要知道大家的意见，大家的评语，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还有表情方面，大家都可以告诉我。就是我有一句叫做我每天如此反复对你关注，我以为镜头不太会拍到我，可是我还是我每天如此对你关注，然后眼睛闭得很小，就是因为太开心，太享受舞台，太喜欢这首歌，所以就忍不住就是对你关注，然后眼睛就眯起来了，看起来眼睛好小，然后脸好大。对，有拍到超大的画面，就一个拍这里，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那时候眼睛可以睁大一点就好了。可是最后，因为最后有一两秒的镜头，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边，对，那边有镜头。对，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拍到我，可是那时候我是拼了老命睁到我的眼睛，希望就是如果他拍到我的话会拍到好看的画面，所以真的最后的画面我觉得好好看，我好喜欢，大家可以看看。但是没有听到 TTT 就是没有听到 TTP Festival， 是可能因为最后我们也要跳这首歌吧，我不知道原因，可是也蛮可惜，希望下一次吧，下一次。对对，最后的一颗恢复了表情管理，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噔，眼睛耶这样子。嗨雨林，不是，我刚刚只是念错名字而已，我念错了，嗨，我刚刚把 TTP Festival念的 TTT Festival， 因为太像了，因为这都在同一个音 TTP TTT TPP AKB 48 TPP 都是在同一个音，对，所以对不起。小明，你的神推来了，我最近啊听到 Air Supply 的一首歌，我发现原来是这首歌，
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听，然后突然听到，就觉得哦，原来我小时候听的是这首歌，就是一直有一个，一直有个音乐在脑袋里面。谢谢小明。有好听吗？我的声音。拿着这个，它只有红色。谢谢牧羊犬。有听到我的啾吗？我的啾，谢谢啾。对，二十几年前，蛮久的。喜欢我的话，请追踪我的浪拉，还有我的 Instagram。我会不定时的开直播。1、2、3，开始。截图啊，可不可以帮我选一些好看的放？因为我有一些我在这样子啊，这些不好看啊，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截一些，就是放一些好看的就好了。虽然我知道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都好看，可是因为你们有滤镜，然后你们有滤镜，所以才会觉得好看。我谢谢。什么啊，都自己收藏，很棒，气有自己收藏，可以，行啊，大家谢谢。
好啊，何恩，何恩你要加油。我有看到何恩是不是有微博？谢谢你，有分享我的东西，谢谢。还有一辉，就是我有看到你做的那个应援的手幅，谢谢，谢谢，谢谢。我知道王子有很多翻白眼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天生丽质，天生丽质，所以怎么拍都好看啊！谢谢，翻白眼也那么好看。谢谢双笑开很多我的截图，谢谢纪国树的人气粉丝团打客家九九，谢谢。谢谢何恩，因为我有时候都会蛮在意，就是微博会不会有人讨论我们 TTP 啊，或者是会不会有粉丝看完那个亚洲盛典之后喜欢上我呢？我也很好奇这些，所以我很常就是滑手机，然后打自己的名字去看看，还有的就是在 Twitter 啊。然后在扑浪 PTT 很多很多东西我都会就是打自己的名字去看看，对。因为这想知道大家对 GGG 的感觉，对 TeamTP 的感觉，对我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常会搜寻看看。再谢谢大家的分享，爱你们。想对你对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嗨，金佑，好久不见，金佑。永成，谢谢你。可是你好像是最近才来看我的直播，是吗？是吗？谢谢。阿华，说不定啊，说不定都会被我搜寻的。可是我真的很爱看大家对我们的想法，因为就是大家有意见有想法，我们才会有改善的地方，才会越变越好。不只是大家会喜欢我们，可能比较不太清楚 TTP 的路人们、学生们，还有各位大家。他们可能会因为就是我们变好而喜欢我们。意见太多，那可以就是意见分一个礼拜给一次，或者是很多的意见分几次给这样。没关系啊，我觉得大家的意见都很宝贵，特别是我们已经一周年了。对，特别是我们一周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进步一点。就像是希望可以跟大岛柚子前辈一样优秀，跟宫崎骏郎前辈一样那么有魅力，跟小栗有以前辈一样那么亲切，这样子才好。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不会觉得烦，不会觉得烦，好吗？谢谢劲爆的春春泥，谢谢。不用不敢说，觉得大家意见真的很宝贵。虽然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可能会，我觉得大家意见是好的，都是好的。对，今年才知道 AKB48 的成员，那希望你以后每一年都会越来越喜欢我们。阿如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哥哥在看妹妹的，很努力的表演的感觉，就是看亲妹妹在很努力的表演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对。希望
TP 越来越好，希望 TP 跟 SH 也越来越多一起表演的机会。没有是吗？是吗？二如，不是姐姐，我是妹妹。说不定以后都会变姐姐了，可是我不想要变姐姐。Kevin 先生 ，Kevin 先生，你要去看我的舅舅舅？正宝真的吗？谢谢你，谢谢你特意来上海，只是看我们的表演，还有看 AKB48， 还有各个姐妹团的表演，我们要闪闪发亮。我虽然已经二十了，可是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觉得是像朋友，真的。来，阿如，来 bro vs 一波，多谢多谢兄弟。我认真，我对嘉轩来说是姐姐啦，我也有老灵魂，真的。你要看二十遍啊，你要看二十遍。兄弟比较像范范 ，Hello 范范，范范吃饭了吗？还没，因为你吃汉堡包，汉堡。你们说汉堡会讲汉堡包吗？还是你们直接说汉堡这样子？我，你们都忘记我几岁了？不会加。包真的吗？我像，因为我是一个妹妹的妹，我是一个妹妹的属性。开封有个包青天，哎，直接说汉堡，不是汉堡包，是面包的包，汉堡包，汉堡包，菠萝油。我也不嫁包，我的，对，我的唐突就很小还很任性，我觉得对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是比较任性一点。嗯，海风有个包青天，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讲汉堡会不会讲汉堡，面包的包，这是汉堡加面包的包，叫汉堡包，不是汉堡啦，不是碟子。我知道，谁会讲碟子啊？大家，谁会讲碟子啊？奇怪，所以大家吃汉堡包嘞，嘿嘿，小孩子才会啊，我不，哎，哎，涵涵 ，hello。Hello， 我没有，我汉堡包，等一下，因为我平常啊，就是跟就是家人啊，跟朋友讲啊，就是广东话的话，会说汉堡包，汉堡包这样子，不会说汉堡，哎，是汉堡，不会这样子。汉堡嘿嘿，我不会啊，就是广东话就会加一个包，菠萝油就菠萝油，菠萝面包就冰火菠萝油，没有中间的那个牛油的话，就是没有那个奶油的话，我们就叫做菠萝包，然后有那个奶油，我们就会叫。菠萝油，对，那汉堡的话，我们都会加面包的包，就是汉堡包，好想食汉堡包啊，想食汉堡包，我要食汉堡，汉堡神偷，菠萝包，对，菠萝包，没错，原来你们是不会讲汉堡包这样子，那我有时候呢？所以大家要一起订餐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要吃汉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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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堡。”这样，然后我就哎，汉堡，汉堡是汉堡包吗？我就问：“汉堡是汉堡包吗？”然后他们说：“汉堡就是汉堡啊。”
不是汉堡包吗？什么叫汉堡包？然后我就说，hamburger 啊。然后他们说，没有啊，那就叫汉堡啊。然后我就说，是哦，不是宝宝，对，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就可能还是太常讲广东话了，所以就变成就是，因为我很爱讲广东话，因为广东话是我的母语，对，是算是我的母语吗？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谢谢正包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鸭子？这是啥？是啥呀？是啥兄弟？谢谢，那是什么？那什么？那什么？鸭子，小鸭子。对，所以现在我要改汉堡的。而且我很常就是跟哥哥啊，还有跟我香港的朋友打游戏啊，所以呢，我都会就是比较常讲广东话，对，广东话，所以就会汉堡包，嘿嘿。真的，范范你也这样子讲汉堡包？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大家一起讲。我在膝，等一下，我在膝盖帮听到谁不是说汉堡包，是说汉堡的话，我揍你哦，小犬犬揍你哦，汉堡包。玩 game 会唔会开麦嘅？开啦，梗系开麦啦，唔开麦点好玩噶？就是田中斗笠王问我，就是打游戏会不会开麦？当然会啊，我不开麦呀，就不好玩啦，就自己玩接龙、玩单机游戏就好啦。为什么不开麦？但要开麦疯狂，就是说，你在哪？我在这里，我来帮你，不是不是不是哒哒哒，这样子才好玩。我觉得。想被揍，你想被揍，你听听看，有没有很酷？其实是这种啊，是那个骨头与骨头之间有一些气泡。汉堡包，玩接龙也是可以开麦。怎么开门？这是开门，在那里啊，就那个山放在那个红色的树上面啊，那边呢，你这个都可以拉上去啊，谢谢。对，打游戏就是要跟朋友嘴一下才好嘛，就是要互相嘴炮。接龙怎么开门？对啊，折手指真的很爽，爽折。还可以摸，我不行哎。可是我可以手指公，可是刚刚已经就是拇指，这个拇指，我刚刚已经有按过，所以没有。还有这个脚趾，我试试看。有。等一下，好像有点不一样，没有看看。啊，算了，不要。等一下。好像不太好，脚趾其实也可以。啊，等一下，我很喜欢这样，很喜欢我的脚趾这样。我很想，等一下，刚刚有点咔这样子。还有路人。路人没看到没关系，我很爱就是这当这个是脚趾头，对，大的拇指脚趾，然后这样放在那个第二根的上面，然后这样子，我喜欢这样子。我的手指其实我的手一直都很大，然后手指也很粗，所以我已经没关系。就是大家会看到一些可能我伸直手的图片啊，还有 K
可能跟大家这是耶的图片啊，你们会看到我的手，就是这边，你看到吗？这个骨头，虽然现在这个直播有这个磨皮，但对还是会看到，会比较有一点点壮，还有那个青筋。可是这就是我的特质，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多青筋，你们看看。你有看到吗？对，那这边也是，这绝对不是太瘦，大家跟你们说绝对不是太瘦，因为我之前很胖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我之前很胖的时候，我的手也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是太瘦的问题，而是我的手一直都是这样子。手一直都这样，所以呢，这很吃亏，你们懂吗？因为我脚很大，我穿25.5或者是25号的鞋子，所以我很常就是买女生的女装的鞋子我都穿不下。还有，你知道吗？这是这边啊，这边到这边，这边的长度跟你的脚的长度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我这里会比较长一点点，这是手的这个部分，我的手臂还有我的手掌也是很大的，这很不女生，还有很粗。基本上其实你看到我的手，你都会觉得我是男生，其实我是女生。谢谢。但我的是血管比较外向，还有比较明显，所以不是太瘦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不管我体重多少，我的手臂也是这么不太好看，不用担心啦，没事。我最近都吃蛮多的，特别是零食的。刚刚一家也请我吃了2个铜锣烧，谢谢一家。跟你们说，哎，原很女生，我不女生，我是那种。Yeah, check it out, 呜呼，那种，我有肌肉啊，不是有看过了吗？兄弟们，我给你们看，再看，看到吗？嘿，有很酷吗？我觉得好酷，我好酷欸，比你们都正，嘿，我是金刚，你看我的肩膀，我是肩膀担当，我是 Team TP 的肩膀担当。肩膀撞到没有脖子，酷吗？我有腹肌，我有啊，我有4块腹肌。我是小叮当啊，你好，我是小叮当，我是小飞侠里面的小叮当。我有脖子，我脖子蛮长的。握手会可以吗？听听，如果可以的话，我跟你比一下，来，你要提醒我哦。然后你就马上被我按下去，你说呜、哦，然后不不，然后我就会，哎，不好意思，有点，我跟你比，然后你，哎，你被我按下去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配音，哔哔哔哔，小迪获胜，呜呵，然后就啊，下一位耶，欢迎来到咦嘿握手会耶，嘿嘿。腹肌，我是腹肌担当。问号啊，不要问号啊，真的不行哦，皇子不行哦。来呀，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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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我为了呼呼，我为了呼呼。我坐飞机的时候一直在听 ，How deep is your love？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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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y do you all show let us b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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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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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嗨，开麦，开麦。好，还是乖乖的握手呗。是成员跟你要求的话，应该可以吧？啊，没有，当然没有人围观，怎么会？怎么可能 ？The little girl my mama used to tuck me into bed, she read me a story。喝水，喝水。好啊，永成，我等你。嗨，还有跟思琪，还有跟啊念琪，还有谁呢？我想一下哦，好多好多。沈音，沈音也是我一个很爱很爱的成员，他很可爱，我还喜欢他戴眼镜的样子。超可爱，还有施可言，对，可言，茉莉公主，还有谁呢？谁呢？其他好像都没怎么特别讲话。声音很可爱啊。MNL 的话 ，Shaky 跟 Abby 跟 Rance。Colin， 还有 Breathe， 还有 Breathe， 超喜欢 MNL 的成员，我超喜欢。BNK 的话，都跟 Chaplin 前辈，还有 Janice 比较好吧，对。然后，因为 Janice 没有来，对 ，Janice 没有来。他好厉害！你要看那一挥我的朵，我的。時には目も伏で涙も溢れる、も溢れるけど。我的朵，我那时候因为我们太赶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表演完啊，我们表演完那首歌，那首なんて素敵な世界に。这首歌我们表演完之后要马上去换衣服，我们只有两分多的时间可以去换衣服。所以呢我们就跑来跑去，对，我们跑来跑去的过程之中啊，就很喘很喘，所以就对对对，那暂停之后，哎，颁奖你有看过，对，我们暂停之后我还在，然后時には目も伏で涙も溢れるけ，那个哆都不是飘去哪里，应该那么溢れるけ哆哆在，应该在哆这里，可是我在哆，你们懂吗？就是我也不想要走，那不像是走音，其实我本来是在哆这个音，可是突然有一颗老痰卡在这儿。所以就卡到就飘上去了，我就听到那个回音，诶，等一下，我刚刚是走音了吗？然后结束之后我马上问姐姐们，我刚刚是不是走音了？然后姐姐说，那个最后那个音好像有一点，然后我就果然没有听错，果然我没有听错，对，对，我的痰真的来的好，我是老爹，可以叫我老爹，谢谢。哎呦，啊！现在在现场唱一次给大家听，好，大家不用担心，我不是那些很容易走音的人，我只是卡了一颗痰，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是个比较会唱歌的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K。好，好，你看，是不是？時には目も伏で涙も溢れるけど，
然后跑完之后就呼，然后就多吉尼玛的木嘞，那边大妈飞了一个多多飘上去了，不好意思，吉尼达给你救救救呀，谢谢爱你们哟，救命啊！你们有听有看到我的救救救？这是最后大家一起救救救的时候，我有跳起来，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我的啾啾啾吗？谢谢战宝的传奇小鸡，我飘向北方。来日日日日，来日日日日。那首歌怎么唱？忘记。我跳跳超级高。Hello XO XO 来捧场了，婷婷恭喜升级，啊升级哟、哦。啊，我有蜂蜜，我有蜂蜜。なんで素敵な世界に生まれたのだろう。そのにおいが要听我唱歌啊！谢谢风明月的新资冠，充满活力。圈起来。Hello everyone, I'm Pussy Gali. 马克布西，这是我是。啊，是耶！我看到我。叫你们哦，你们在 YouTube 打 AKB48 Group Asia Festival 2019 in 上海，然后你在那个吸吮的那个东西那边，你再按今天上传的，你们就可以找到了。对，都二十分吧，看一下有没有我。所以他主要的不是派我们。大家好，我是平安。哦，平安，听听我，听听我的。大家好，我是刘小晴。啊！你们要看看吗？给你们看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啊，太开心了！那时候你知道，其实我是那种
在舞台上就是也一点点不太受控制的人，就是我很开心，我就会啊，很想活蹦乱跳的人，就是会咦嘿嘿嘿这样子，所以我会很多很多这种的小小的动作，觉得抱歉。大家好，我是朱琳啊，朱琳呀、啊，我有拍手，我有哇这样子。大家好，我是小迪奇，在哪儿？谢谢一回。小笛子心真的吗？一辉真的吗？好开心哦！你看诗琪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李诗琪。大家好，我是李诗琪啊，超可爱！大家好，我是小笛琪，我是这样，我是小笛琪。你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如果喜欢我的，请追踪我，谢谢。好开心哦！啊，我还在甩头，我在这边。是呀，好开心呀！我好喜欢看到自己的别人的影片。我有一点就是走心，不是走心，是那种有点分心啊。Yes。我会一直道路。道路是一条山，前方就冲了、啊。Hello， 耶、yeah, ，好开心啊！有卡吗？应该没有卡吧？现在。我们一起看 ，Hello 阿公，哎呀，拍到我，我们一起看。
一下。哟哟哟哟哟哟！哎，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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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在哪？我在哪？细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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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很爱这首歌，还有很喜欢这个舞台，所以就很享受整个表演。就是脚好像没有交叉到，而且我真的很羡慕，我跟你们说，真的很羡慕，很羡慕，就是雷吉在舞台上可以很淡定的感觉。因为我每次上台之前呢，我也会很担心，担心很多，就是担心歌词啊，担心会不会站错位置，担心我的样子看起来还好吗，担心我的衣服还好吗，会有突发的状况吗，我会忘记舞步吗，我都担心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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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东西。可是雷吉看起来就是雷吉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哦，雷吉在我很安心，因为我有不懂的东西可以问他，我有不记得的东西可以问他，我有担心的东西他都可以给我很安心的感觉。所以我都觉得虽然雷吉他是比我小，可是他比我稳重很多了。对，真的他比我稳重很多，他都真的很稳重。对，我很羡慕。可是我真的会很常担心很多，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不行，我不行，我要担心不行不行，我也想要跟雷吉一样很稳重，可是我没办法，就一直怎么办？我的妆好吗？我的下巴好吗？我的鼻子好吗？我的眼睛好吗？我的眼妆好吗？我的口红还在吗？我的头发还好吗？我的裙子还好吗？我看起来怎么样？我声音会不会很奇怪？我就真的一直在想这种东西。然后雷吉就不会啊，不会啊，可以啊，你可以的，加油加油！我就觉得啊，雷吉我爱你，雷吉太棒了，对。哦，这觉得雷吉真的太好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哎，怎么来不来不来？然后一上台之后，没事，这我一上台我就自己心里数3、2、1，加油，这样子我就 OK 了。对，我的头发还在吗？哎，不是，我的头发还好吗？这样子。我的头发还有吗？我的头发还在吗？哎，我的假发要飞出来吗？不好意思，我是光头偶像哎，嘿嘿，我觉得我头发太长了，我要去剪一下，收一下，不然的话看起来会有一点成熟哎，成熟的，成熟的底不行，我要当可爱的底，我要当自己，自然就好，自然就好，自然就好 ，OK， 好，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我淡定，对，宇豪，谢谢宇豪。今天早上吃了吗？吃过了，不用担心啊。还会在想，哎，我会
口红会在吗？我牙齿会沾到口红吗？我还好吗？我腮红会烫红吗？我一直腮红烫红，这是我的最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每一次上台之前，我都会问大家：哎，我腮红会不会太红？这样子 ，Hello， 共写笑脸是我的自请是推，你好，我加推了我的前辈小丽友以前辈，因为她是一个很善良、很亲切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喜欢，我喜欢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等一下。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僕は全部要跟他走路。谢谢，我要喝水，不然只喝个水呗。可以加推前辈，可以加推前辈。拍到我跳很高的那个样子，你们可以看看那个截图啊。那个截图啊，我有截给我家人看。我有截图给我的妈妈看，然后让她看。我跳的有多高，然后我妈妈就说：哇，你真的跳很高这样子。不好意思，等一下，我自己都会把我别人的影片下载的，所以所以我都会就是好好把它存起来，大家都可以，就是我知道我不能分享给大家看，所以可是我还是会自己存起来，就是纪念一下。给你们看，真的超级嗨，超级。我怎么了？我比较乱，我怎么了？你看，我跳起来呀、啊！你看他们都在这边，然后我就在这，放给你们看。有看到吗？在这里，跳很高。哈、啊，我的画面，我好开心哦！你们有看到吗？有看过吗？给你们看哦。祝你。谢谢追踪，谢谢大家的追踪。啊，好像没有脖子，你们看，这没有脖子的我，脖子去哪儿了，兄弟？脖子呢？这样，脖子。我牙齿多白呀、啊！嗨，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小迪，谢谢。哎，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呀、啊？这什么？嗨，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号。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小迪。如果喜欢我的，请追踪我的
浪啦，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知道呢。所以如果你们知道的话，请告诉我这是什么 PK 站。可是我刚好想要关直播、欸，那还要站吗？来呀、啊，来玩啊，玩一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欸。哦哦，好啊，那就一墙就好了。我就坐在这边，我坐在这边。谢谢呆呆八十七号，我是呆呆八十七加简易。对，对，佛系就好，佛系，大家不用。不用太在意这个。我有时候呢，就是会脖子会缩起来，所以我要就是注意这个东西。每次这个我都要好好的、好好的这份爱，好好珍惜。咔咔咔咔咔，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对，我是86，所以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刚刚想要加一，可是突然想到我是86哎，所以我就加减一这样。这怎么哇1.8K 哎，兄弟。我无限喷向你，谢谢七二的聚光灯下打磕 call 打磕，好像在打聚光灯下打嗝。谢谢不明言的水晶鞋，谢谢，我要撑，我撑下去了，谢谢不明言。谢谢，好美哦，那个水晶鞋，水晶底。嗨，Hello， 谢谢。哇，我看到我的手那个直，然后马上再上来的那个，你们有看到吗？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看。马上往上，啊，嗨，谢谢七二世界的如果人家拜，呜呼！大哥 ，call me maybe，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but he's my number，so call me maybe。嗨，谢谢。哎，我的腿看起来好细哦，好开心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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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哥的真情告白，谢谢你哥。打 call。影片传给雨晴看，因为雨晴啊，她太忙了，而且就是好像姐姐们也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帮她拍这个影片。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她自己跳、自己表演的那个影片，就是怎么说，她可以看到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影片很好，我可以分享给她一起看。那她也可以去看看，这是自己的表演的。
我们的勇往直前呢。我在后面跳，不是跳什么？想看我的有没有？就是我的许下心愿，哎，不是，是我的那个什么，眺望远方，目光坚决，野心压根不妥协。那边，看看我自己的表演，我还这样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选第一期。如果喜欢我的，请追踪我的 IG， 还有我的浪 Live， 还有，谢谢大家。哇嘿嘿嘿，谢谢，有一颗星星，谢谢黄明月，谢谢小火焰，谢谢7247，谢谢尼哥，谢谢庄中哲的支持，谢谢大家。还有为什么又有 PK 战呢？啊，谢谢大家，那就继续开呗。那我等一下就会干，关，不不不不，等一下就会关掉这个直播，不好意思，我先念一下排行榜，大家可以不用丢太多的礼物，真的不用，我觉得不用，而且我想要我的月清，嘿，好像一把火。这个 PK 战是自己选择来挑战的吗？还是他会自己自动的？那大家没关系，大家这个 PK 战就放着呗，因为大家会来看我的直播，那就可以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我们 AKB48 Team TP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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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然后不用丢太多礼物，然后就我们可以下一次再加油，下一次再聊一波，不用太在意这一个，知道吗？对，然后再看我的 TMTB 的表演吧。我蛮喜欢这一段的，我还邪门的反抗叛逆，我想在舞台上。在舞台上我想当一个疯子一样。在就是我讲了广东话，不好意思，就是那种像一个就是疯子一样很享受舞台，像 Kurt Cobain 一样，就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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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It's now or never. I'm gonna live forever. Hi. 对，像疯子一样，就是这首歌很适合当一个疯子。对，然后有感情的歌就有感情，就像是那种，像是那种，啊什么呢？还有那种叫什么呢？那种叫做，就是 AKB 的那种有感情的歌，比如说，我想不到，我想一下，等一下，不是。比较快的啊，那种像十年音的那种，像十年音，或者是 Give Me Five 的那种。我喜欢表情 ，Give Me Five， 哒哒哒哒哒哒，哎，有看过那影片吗？Linda，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影片，没有吧？我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不错。
好，不会歌词啦，不好意思。刚刚期待嗨这只是不要每一首歌都同一个表情，就是每一首歌有不同的感情，你就用不同的感情去演绎一首歌。就比如说，比如说呢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I'm only gonna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等一下，歌词呢？歌词呢，兄弟？8月22号跟我们同一班机啊，真的是吗？所以你看到我了吗 ？Stephen，Yes， 我 ，Kelvin 也可以 ，Kelvin，OK， 嗨，那你喜欢我们 AKB48 Team TP 吗？谢谢周的告白气球，谢谢，然后感谢。谢谢。喜欢我们吗？好き好きで。我坐在你的后面啊。我坐在你们的，你们坐在我后面，这我在你们的后面，你在。我，怎么关啊？算了，就放着呗。放着呗，不用在意。那还可以冲一下热度吧，是不是？我 ，yes， 我，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是啊的，第一句超棒，超棒。啊，想想讲什么呢？想讲的就是。But if I let you go, I would never know when my life would be holding you close to me. Will I ever see you smiling back at me? Oh yeah. 原来风啊，来呀！对，我是，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希望，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 Starships were meant to fly. 对。我想要唱歌，唱怎么好呢？哎呀。我们没怎么吃喝玩乐哎。那 Stephen， 既然我们这么有缘，记得要推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 AKB48 TP 啊！不，这样子 OK， 谢谢，拜托你了 ，Stephen， 嗨，啊对，要关了 ，QK，OK，OK， 不好意思，我念错了。念错了 ，Yes， 哇，飞起来！看那个 ，Touch me baby， 谢谢人品君的星子吧。我还哇这样子呢，你们要看我直直的手哇这样子。我是超疯，
哇哇哇 ！Yes！ 哇哇哇哇！每次都用我笑着在微笑，说再见。这边呢，我每次都会用我笑着在微笑。你看我的帽子都会变耶，滑板仔。这样子，我会用我笑着在微笑，说再见。我都是这样子，所以就酷吧，酷吧，你们学不到我的啊，兄弟。你们可以欣赏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一套制服穿的比较年轻一点点，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年轻，比较可以凯瑞，我可以凯瑞来一个衣服，然后你们看我的裙子，我的裙子很胖胖胖。想学为什么？是不是有人念我的名字啊？广东话哎，黄子表示最喜欢跑跑裙呢，哎嘿，好一回我也会想你的，每次都是就是比较重大的活动才可以见到面，所以我每次都会很真实，每次见面的时候 ，Yukiri 的小粉丝您好。真的好像听到广东话，忙得快，忙得快，把日来的绑得下。我还在跳，不是跳什么？电量不足，哎呦，别。来到我直播间，我是小丁呢。哎，我鼻子越来越明显，不好意思。好，大家 ，Nico， 喵喵咪 ，Who's DJ？ 我 Pokemon。好，看我直播都要开音响，那动机打击，不，动机，那有 feel 吗？有 feel 吗？动机打击，动机。什么？嘣嘣嘣嘣嘣！有没有？没有。OK， 没关系，我先念一下排星排横榜啊，兄弟。
等我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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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一下，按不到啦，按不到啦。谢谢艾瑞斯的告白气球，谢谢，救命，爱你们啊！耶，谢谢。然后第二十名的是小西鞋，我看一下，我可以 Kathy， 谢谢 Kathy， 谢谢 Kathy。然后第十九名是富伟哥，谢谢富伟哥。第十八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然后第十七名是季果树，谢谢季果树。然后第十六名是七二十七，谢谢七。第十五名是最喜欢小迪。跟雨晴的凡凡恩，我是凡恩，没事，没不没，有事吗？我没事 ，OK， 谢谢，谢谢凡，谢谢凡。然后第十四名的是噔噔张仲哲，谢谢。第十三名的是安娜，谢谢安娜。第十二名是木兰泉，第十一名等一下，谢谢木兰泉 ，Yes， Yeah， Yeah， 大家不是选第一期 ，Yes， Yeah。那就然后谢谢，然后第十名的是班长，谢谢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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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十名的是尼哥，是尼哥，谢谢。第九名是 Andy Junior， 谢谢 Andy。然后第八名的是西格曼互惠的 Iris， 谢谢 Iris， 谢谢可爱的 Iris， 谢谢。第七名是一辉，谢谢一辉来看我们，谢谢一辉来看我，谢谢一辉眼里只有我。谢谢一辉，然后还有 Andy 也是，有班长也是，金姑叔也是，尼哥也是，然后牧羊犬也是，然后大家都是，安娜都是，然后王子都是，谢谢。然后有好多是七儿也是，谢谢谢谢，周也是，然后第六名的是勇哥，是勇哥，谢谢勇哥，勇哥是哥，好不好意思。然后第五名的是小火焰，是小火焰，我会好好保护你这个小火焰的，然后把它变成红红烈火。谢谢，对我的热情变成红红烈火，谢谢小火焰。然后第四名的是周，谢谢周，谢谢周，酸辣粉好吃。然后第三名的是永成，谢谢永成，谢谢永成，以后要多来看我的直播，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VB 的小弟，是小弟，请多多指教 ，Yes， 耶，嗨，谢谢。然后第二名的是夜风明月，这了，谢谢夜风明月，谢谢夜风明月，小弟专属也是，谢谢。然后第一名的是真真宝，谢谢，谢谢真宝宝，谢谢汉堡包，谢谢。张爸要吃汉堡哦，不好意思。好，好，谢谢艾瑞斯的告白气球，嘘，哇哦，谢谢。因为为什么我谢谢，谢谢，谢谢。等一下，谢谢。叶无名月的臭臭你戳，谢谢，我爱大家，谢谢大家，爱你们，救命！刀某，刀某，刀某仔。跟我一样，哎嘿嘿嘿，嘿嘿，跟我的表情一样啊！好，谢谢大家。然后我要下线了，因为手机快没电了，我有点担心，所以等一下啊，不是，下一次再见。然后谢谢大家，大家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上海的我们的亚洲盛典的影片啊！还有，如果找不到的话，请互相帮忙。对，手机真的没电，手机只剩下8%。48.8%，86.6%啊，六一波的波啊，波浪的浪啊，浪 life 的 life 啊 ，love me， life guard 的 guard 啊 ，guard got you 的 you 啊，救命的 me 啊 ，me for。蜜蜂小迪的迪呀、啊，迪宝的宝啊，宝贝的贝呀、啊，贝弯的弯啊，弯弯弯弯弯追求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OK， 你们应该听得懂吧？应该听得懂吧？应该听得懂，因为我这个这么有文化意识的人，好了，不要再 PK 了，谢谢，不要关直播了，大家我的手机没电啦、啊，我的热情啊如火，谢谢大家。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请追踪我的 IG， 还有我的浪浪，谢谢大家，我爱你们，我们下次再见，冰崩，喂。
我喉咙没事，下课，不是，等你下课，没有了，好，我喉咙没事了，真的，我平常这就是我的音，就是打游戏的基本款，打游戏的时候的声音，所以没事，我们下次再见，打哥哥，拜拜，拜拜。